Seven，有人贴网址了，好，就是 Social Club， 然后呢 ，rockstargames.com， 然后 /crew/ 皮咕哒哒，皮咕哒哒，皮咕哒哒，17072453，谢谢。Welcome， 看到一个很像你，哦、你说你说你说，没有，我说看到一个很像六探的屁股就是了。干屁啊，我屁股才没那么瘦，干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为什么下雨啊？干安全帽挂在外面呐、啊，干洗完，救命啊！下雨了，我们现在有在同一个房间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在一个乱七八糟房间，一样是在下雨哎、欸。干干，我先去一个，我先去一个私人好友。干，那你们去卤蛋那边啊？那你们弄好邀我。嗯，我好直接邀你们。干，一直遇到这个问题，好烦哦。把衣服湿了啦，白痴，衣服湿了，我显卡就爆炸了啦。哇，你们显卡到底是多烂的啊？白痴哦，你的才烂。我至少不会当掉哈。当掉哈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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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一次怎么没有我？艾塞克说：“可是你又没有开台。”艾塞克捐十五美说：“白痴哦、喔，捐钱还捐错，捐到卤蛋那边。白痴哦、喔，好像有人捐钱捐错，捐到鸟屎那边哦、喔。白痴，你捐对了好吗？你捐对了，白痴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捐到鸟屎那边哦、喔，捐到那边不会后悔的啦，包你爽好不好？命龟。”我去买衣服，可是路上有坦克车在杀人，我好害怕。直接他妈来我这边不就好了？先帮我把第一个解完了。你邀我啊，邀我啊！我刚开始啊，我要进房间开任务啊。干恐怖死，那边有坦克车，怎么玩啊？干拿回打他，白痴！他120等呢、欸，有没有 life？ 啊，有很多那个什么外国人，嗯、好像都蛮智障的。This guy must have no life。哦、oh. ，R1122弟弟，嗯，突然发现我骑的白鸟没有挡泥板呢，我的背后都喷湿了。我腰了，我腰了。好，你是腰差事吗？对，我直接腰差事了。啊，快点快点，我怕有人杀。哎、我按错按错。没有呢，哎、欸，鸟屎，没有呢，鸟屎。啊，歪姐看到你角色马上笑了，然后说有够丑。干歪姐妈，心中打你一拳哦！你看大家都投票票选，他说你翻白眼很丑，干什么没有啊？奇怪，明智也翻白眼，他还不是帅帅的？可是你不是明智啊？那我就是那个啦，雏田啦，是雏田吗？还是雏？哥，你是他妈陈雏屎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明明就凝视，你写。六探说：“有人说六探要换车吗？我没有啊，等车子爆了再说。”雷，你好了没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的邀约啊？再要一次，我再要一次。白痴、喔，坦克车是我帮会的人，真的假的？你们这群暴力之气，居然是我帮会的人在内干，太夸张！干帮派长出来讲啊！你的帮会成员开坦克车杀人呢、啊，没关系啊，他杀的也是帮会的人啦 ，OK 的。哦，好吧，哇，好有纪律的一个帮会哦。我要开始喽！开始！不要当！不要当！没事，不当！啊，下！该不要再看刚刚那个智障莱斯特动画了吧？应该是不用。哦，我不要。开始的，好险！为什么我是这个啊？为什么我是游客啊？为什么？我靠！为什么我是跟鸟仔野兔啊？为什么跟鹰兔啊？会输啊？还好我跟六探没事，我是游客。他穿得像 Pharrell。好，要不然我们就用这个好了。我是游客，我穿情侣装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我们穿这个啊，这个比较好看。好啊，那我也要跟鹰兔穿情侣装。没完毕。哎、欸，情侣装赞。干 JP fan 白痴啊、喔！看、喔、我跟鹰兔这样子根本就看起来像同一个人啊，头发是红色，穿衣服最好差那么多。干 Essek 竟然在我断掉的过程之中，给我15块，感谢 Essek。
敢白痴哦，抖内我，你们都不抖内我，你又不开，不开还是可以抖啊，开了抖才有效的。我靠，我们好酷哦，我们好旅游、哦。敢那么，我们是 double day， 我们是提倡婚姻平权的 double day， 真的性别平权大成功、欸，婚姻平权啊，妈的，婚姻平权啊、欸，我们要开四台那个，我们好像我们应该是那种，就是我们要去参加那个啊通。同志游行的感觉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先去把我的白鸟赶彩色。他说和一位导航小组的队友去找箱型车、欸，导航小组，导航小组，我来找。好，点了，导航小组，来跟着我。来转频器，什么东西啊 ？Follow me， 他说在这里，来这里找路，跟着我。OK，coming， 我们要相距100米范围内。我们要跟，就这个要靠那个鸟屎，因为我什么都看不到。跟着我就对了。我的地图上面只有两个雷。什么啦？这样。对，来看，哎、欸，跟，怎么突然左转？讲一下吧。妈的，跟车是这种人呢、啊？我们没有方向灯，妈的，我们没有导航。相信这跑超快的、欸。讲一下去哪好吗？我没有办法讲啊，因为我也是雷达而已，我没有地图啊。啊、你这里一个了，这里一个了，这里有一个了、啊。这个黄色的吗？这个黄色的吗？对对对，这台拍张照。拍他车牌。谁拍？我们拍吗？我拍。我手机开在扫描，你们要拍。他就，我靠，你的车子妈视线超少哎、欸。印度拍啊。哦。你前进点，你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走了。他跑掉。好，跟着他后面吧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说不能惊动哦，不能惊动他。我觉得应该是要我坐在你后面。这样有拍到吗？妈的，那你来嘛，你来坐嘛。摩托车拍，好，摩托车拍，滚，摩托车拍。印度上我车，我们来拍，快点，你上我车、啊，快点啊，在那边摸啊！妈的，我要开枪打死你！白痴，干嘛自己去按到相机啊？烦！前面这台，我来，这台，不要惊动他，不要惊动他。OK， 我是要按什么？拍照。有拍了，好的 ，OK， 在附近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在你们其中一个，然后六探跟你们另外一个。这样分头去找吧，不然时间不够，它有限制呢。真的耶，应该这样。对啊，那你们一个人跟我换。后面好像有一个。六探，你跟印度换好了。好。印度下车。印度下车。上我车。看看狗仔队来了，哇！我们现在真的 double day 是够。不是啊。快点啦！白痴。所以印度你要扫哦，你要开手机成扫哦。你要扫，快点。哪里？后面哈。你是前面。哪里？这里。不是你给印度开，你给印度开就好啦。车子给印度开啊！啊，给你开，快点啊！我要看你的香蕉芭乐车。可是你这样香蕉芭乐上面很难拍照哦，因为那个洞太小了。没关系，我有洞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戴安全帽啊，这位朋友。敢没差啊？没戴安全帽才要骑快一点啊，是不是？是什么？是红色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样子重型护甲就会盲掉了。敢不要我的护甲？快到了！我们还有三台要拍。哎呀，赶六分钟而已、啊。这边、欸，他们说要导航小组拍照才有用，所以你拍才有用哎、欸。那就还是要我，还是要我开，然后快快，干、啊、等一下，没关系，你先找到车再说。那我跟卤蛋根本就没，干他开走了，我拍到了吧？就是我、欸、拍到会说，还是我开？我现在看到车了，对啊，就是我骑车去追。我跟六探是开车的，然后导航组看得到，然后负责拍。好像分两组是不是？你先拍，哎、欸，不要惊动，干输了，惊动了，哦。一个江洞，妈的 ，A 道也要惊动，是妈草莓族哦！一个江洞，干他吓死了！你是怎样？你是撞到他、哦？我真的是，哎、欸，我撞到他的力道比妈我亲历任女友的力道还轻哎、欸！我想一下，怎么样比较好？就是我跟你开车，然后遛那个鸟屎跟印度开车不好拍，我就骑摩托车比较好拍。那我们、啊、没有，就是一人那个，就是我跟你是负责驾驶的，然后。印度跟鸟屎是在后面看，然后拍照的。可是这样子，你们有雷达吗？就没有啊。捐30美 ，Lin Shan， 谢谢、哦。就是鸟屎负责，负责导航，然后六探开啊，你导航，我开车、啊。看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上摩托车，我们上摩托车。所以，我跟卤蛋应该是要骑车的人。对，是这样吗？然后我们后面就随便坐一个，我是跟鸟屎随便坐一个是這樣、啊，我觉得他妈分不出来。对啊，印度你跟我讲好来180，印度你可以帮我导航吗？轮，等，我看一下，好好，走，一百八，走，在我们后面就有，后面，等一下你们要追哪一点？右转，这里，对，这边右转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红点好难认哦、喔。直走有一个，
那、啊、你要追哪一台？跟我讲。那个右边，还要往右。现在右边吗？对，往右走，跟我讲。往右走。要提早一点点讲。哦，这边右，这边吗？这个路要右，讲跟我讲。哦，对，然后再往前一点，往左，有左的路吗？哦，对，这一条，这条左。等一下，两个接口之后再左转。两个接口之后左转，这一个吗？再一个。好，哎，干，不用，他转弯了。还要再左哎、欸，直走，上那个左边，对，这个，对，上去。你的车超爆慢，这位朋友。超爆慢，我没改过啊，在左边。继续，哎，干，是你的车超爆慢。等一下，他妈的绕回家了、啊，这边。哎、欸，他又转弯了。还要再左哎、欸。欸、他是在，你好像车开太快了吧？是不是？他废话，他当然在动啊。对，他在动，还要在左哎、欸。他在我们的左边。好，直走直走，你真的很不会倒哎、欸。我们一直在绕圈圈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后面有一台。看一下。继续。该不会在那个高速公路上？快了，这边左。到底在哪边啊？冲，直冲，就在前面，直冲。哎、欸，这边左转一下好了，因为他又转弯了。哎、欸，聊天室不要聊天室，聊天室不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怎样？对，再往前那个左转。不然下一个路口右。好。对，这边左转。我看到了。对，一直往前走，对，就那边。这个右，准备相机。我看一下。不要撞到他哦，不要啊，不要。左右，右。好了，拍到了。对，干，他们太会跑了吧？你要不要开大地图来找比较快？换一个。大地图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大地图没有显示、啊。这边左边，右边那条路，右边那条路。哪一条？这条？这一台吗？不是。不是，黄色的。对，在前面正前方。往前。直冲正前方。直冲。这一台吗？不是，它箱型车。对，先直走。左。等一下左转哦，下一个路口左转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左。直走。就在这，这里有了。看到了。右转一下。干，哪里呀、啊？过了吗？等一下。我调个好位置，。好，可以了。不要这边右转，你不要右转呢、啊。搞定。OK， 下一台。好，下一个。等一下，下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右转。右边好了。刚刚那边。对，左边。对。直走，一直直走，这样子。在左边一点，应该在高速公路上面。好，这一台，等一下，不是，一样颜色。欸、在我们的那个哎、欸，哪个？在我们的右手边。赶他开超快的，那就会开超快。这边找个地方左转哦、喔。应该这边从这边上去。对。等一下还要右转哦、喔。他可能在上面。可以。他在高速公路是不是？我觉得他在高速公路上哎、欸，有可能上吧。干哪里？现在要找哪里？先直走。快到了，这里吗？继续这里。有了，我看到了，在前面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看到了。好，来。哎、欸，左边跟右边都有哎、欸。干，你就他妈左边好，左边，这边左转。有了，好，你去追。哎、哦欸，等一下，转过头了。就他们那台了，就他们。对，前面这条路。跟一下。对。一直走，正前方路段，我们这边正前方就到了。OK， 一直走，要往右边侧右，侧右，偏右啦，防漏侧右，防侧漏，超太多了，在我们的左手边，哪里？这一台？我没有，再直，可以，一直往前走，我们快到了，一直往前走。我们到底要造几台？剩最后一台，最后一台，是剩最后一台是不是？最后一台，接近了，左边台吗？我看到，干，哎，吹，擦，哈哈，等一下，超过了，有个炮腰，你要转，我跟你讲啊，不是啊，因为他那个红点一直在变动，左边，我拍到了，哎，啊，我看到了，前面那台是不是？拍过了，看到 ，OK， 那我是拍，不要撞到他，哎，不要撞到他，快点拍，好。拍了。OK，OK 了。好了吗？没了吗？等待来自的存取，等一下。真辛苦啊，该。哦。真是太亏了。这是怎样？第一关就这么麻烦。真的，我们现在要先汇合吗？他说在等。
好，我看到我们最后一个目标，你有看到吗？地上一个大蓝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往那边跑好了，离我蛮近的。偷走箱型车，我们要把它偷走。你这船没有，它在移动，前面那一台。哦。这要怎么偷啊？直接干吗？等一下，听下来是怎么讲？听下来是怎么讲？马上就直接下来抢了。下车，下车，这贱人！对啊，那我骑车抢车是不是？应该是会被通缉吧？我没转，我看起来是还好。哎、欸，干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居然没有哎、欸欸！去哪、啊？我直接把车开过去就好了，应该是没有大问题了。哇，居然没被通缉！好，妥妥的。还好最后已经没有时间，而且这个我没有调困难，真是可惜，根本没有火拼。很难困难，搞不好刚刚拍照时间只有两分钟，也有可能。好那个、哦，我们刚刚时间还蛮充裕的，其实。对啊，时间算很充裕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有一台摩托车啊，我们两台，我们拍了三台、欸。嫩。啊！干你俩出车祸，操！嗯，重情故加波波。不，没有，少一小格而已。我觉得是不是两台车，两个人开车，两个人坐这个车变慢？你屁呀！而且你讲话也太迟缓了吧？这就是 Into 啊！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开车？这就是 Into 的特色啊！洋洋慢慢的，洋洋慢慢的，慢慢憨憨的。我已经到了，我已经到了，慢慢憨憨的。我到。你们都要酷车，我就一台超级慢箱型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，哎呦，我觉得那个鸟屎那台车好像比较快、欸。我这台车，百鸟最快的啦，百鸟最快啊。我这台车好像很慢，超慢。对，这台是什么？复仇女神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坐上去看看。哦，司机 PJ600 啊 ，PJ600，看六百七，不要闹了，车来啦！哎，不要撞，不要撞，不要。吓到差点撞墙。好，佩奇耶，第一个任务之后就没看过他了。又是这个暴风女，没有。我看他超正的，有点笑屁屁。看他后面有那个海胆的警力，哦，不是海胆的警力，他后面有那个虫吐出来的那个吻。对啊，哇塞，那是什么？那什么毒品啊？平音器还是什么频道？过了。怪了，妈！我开车这么厉害，插都没插到，居然他妈铜牌！耶、yeah, ，还有金牌耶、欸，在！我发哎，你这有金牌吗？名副其实薪水小偷啊！真的他妈的狂狗讲，这边他在我们左边，小yeah. 我觉得那个雷达真的很难看啊。这样就过完一个前置啊，剩四个，赞，这个很简单。嗯哼，希望下面比较简单一点。我觉得下面的应该不。二碳可以买佩加西，佩加西也很快啊。佩加西很快吗？哦，我这样接触的赛事叫威霸乡村。威霸？为什么黑幕那么久？对啊，我还有在转圈。为什么？ Okay、我知道了，卤蛋没有先把我们邀进房。哎，没错。Oh shit！ 那我先邀好了，因为这样子进别人的房会非常的久。没错。那、啊、我怎么办？我还在黑幕。黑箱哦。黑箱作业。我、oh, 干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哦、oh, ，我们要重进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在邀了，我看到吗？就是太慢了。You？ 不是啊，欸我有看到，看到卤蛋邀我，可是我还在黑影。你是嫩，蛋死了。You are 嫩。You are 逮捕。You are 逮捕嫩。You are 逮捕嫩。又差点可以买苏格达，苏格达很慢哦，干我要快的了，白痴。那不是最慢的车吗？或者是可以就是坐特技比较不容易坏的摩托车。我怎么还在黑幕啊？你们都已经跳出来了。我已经进卤蛋游戏了。我还在进。我还在进。那就说你的最烂不幸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喝可口可乐烂。可口可乐烂。可口可乐烂。
看一下。最好啦，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智障哦、喔。很感新的词又出现了，今晚出现了第二次。我发现我都没有买车、欸、我只有买摩托车。抱歉，超级。你不是说你最喜欢摩托车？没加成功哎、欸，那我再摇一次。好，我再来一个摇摇摇。你直接摇猜四好了。不要不要，我直接摇你这样。我摇了，你再看一次。OK， 我进来了。赞！最快的摩托车好像是超跑那页，不过我觉得越野车也很好玩的，引擎改到满也很快啊，真的哈。我觉得越野车好像也不错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是持有超过？不过我竞速都没有赢，所以也不用想这么多，没办法改车，就是慢的跟智障一样。怎么不去洗衣？干！老乐临走之前留了一个他做的洗战机专用，超好用。洗战机专用网，只是超无聊。因为玩一场大概要两分钟，然后就很想睡。上次不是还用那个什么洗车子零件的？这一次有要火拼了吗？我不知道、啊，不知道、啊，每一个任务开之前都不知道要干嘛。那还是开骷髅吗？保险起见。那我去开任务喽。哎呦！我的骷髅马还在。哦、不是、啊，我要先把它数回来。某人把我的骷髅马炸掉，好爽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游戏没有声音了？付钱给我。为什么游戏没声音啊？嗯，是吧？你要重开吗？等一下。赞，回来了两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声？还是我的耳机？两台粉红色的车。真的没声音？为什么？什么东西没声音？你的麦吗？不是，等一下。那你要重开游戏吗？不用。可是我的效果是有声音的。所以是观众听到声音，你自己听不到。不是不是不是。要不然是你的音乐没有声音？就是我按什么那个，就是选东西啊的那些会有声音，可是开枪开这些都没声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看见鬼影。看，怎么会这样？我重开好了。有吗 ？bug， 那怎么办 ？bug， 那怎么办？有这种 bug 吗？我先回家。你过个地图看看。他说邀你进来看看会不会比较好。对啊，先邀好了，先邀。你说。然后就是先进卤蛋的任务啊，试试看。会不会正常？有用的装备。Spadia 1001，谢谢。马上看到六摊的屁。好了吗？应该 OK。你有声音吗？我猜应该 OK 了。开始。OK。好，专家。我觉得是不是要杀那个人？哦，不是，他是要抢这个人，是不是？哦，拜托不要用那个了，什么像那个逃狱那个，大家都一起耶。对啊。哦，穿这个什么烂？干，我要穿我最喜欢的衣服。为什么我在那么后面，我都看不见我的衣服？你被那个卤蛋挡住了。我们大家来穿套装啦，战术潜行。战术潜行。那我穿休闲。我是 U 级队。那我要 U 级队。我要穿这个。飞车族 ，U 级队，干妈不合群，不合群假晒，要不然你们要穿什么啦？战术潜行 U 级队啊，对啊，那我要夹机子，干特异独行，当兵就要被干到飞起来。好了，就这个啦，好了啦。干，结果这个任务是要钓鱼，干就这样子，你就要去找一台最前面的说干台主白痴哦、喔，不是这个钓鱼啊。我手上拿什么啊？小手枪哎、欸，火车呢？是吗？这个是困难模式哦，小心！大家小心，小心！5公里耶，超他妈远！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要杀喽。
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试试看吧。哎、欸，困难模式太难了吧？队伍生命数是零哎、欸。困难魔术，哎、欸啊，困难模式一律魔术，困难魔术，魔术师。哎、欸，还是没声音哎、欸，白痴、欸，白痴。那这个结完，这个结完，这场这场就走无声路线好了。反正这一场他都给你消音的手枪了，就这样讲。所以你等一下开火箭筒也是超级无声的。Sorry， 靠呗。Sorry， my bad。哦、oh, ，My fault， 谁在我面前滑了过去 ？Holy Molly 811，谢谢哦。Chris Low 96，好妖啊 ！Thank you so much for subscribing。那还没到我库鲁马被撞坏了，干 ！Sorry， 不要自杀就你还可以，你还可以撞车，我还不能撞车嘞，干！我和你 Sorry。哦，对啊，你要死，你不能，你还不能撞车，你撞车就死掉。姐。江雪又唱出 Sorry， 要卖的 50083。哦 ，Welcome，Welcome，Welcome， 走开走开，去挡我的路。哎、欸，换任务，玩好无聊哦。这一关是怎样？一直开车就对了。我们到了呢。哎、欸，他换任务了呢、啊。没有呢，要去。哦、有了有了，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。要前往那个桥，那个船那个。我们要去船那边。对，要去船那边。小海沙，并前往那座小岛。我们要去小岛上。靠！靠什么干？机、哎啊、车人呢、欸？会不会开呀、啊？干这个卑鄙的南部人！真的，卑鄙的南部。为什么你可以开得比我快啊？奇怪，莫名其妙。技术啊！没有好不好？你看直线，直线，直线来讲，为什么你就可以？哎呦，你害人家撞叠车！武林光黑鬼东哎、欸！荧光黑鬼都是沙小，加度、啊。注意，我到了。哎呦，我也到了。不是船啊，是水上摩托车啊，而且有个醉汉在这里、啊。这是小海沙吧？耶、yeah, ！我要红色那台。我刚刚，我刚刚看到鸟在天上飞、欸，而且我刚刚掉到水里面。哪有？我已经上水上摩托车。干、啊，好猛 ！Japan fan，Japan fan 给了我一块。哎、欸，干嘛跌倒？白痴 ！Welcome。我们刚刚说人都到好了。开船是不是？等其他队友骑上小海沙，Hurry up, please！ 小海沙屋，怎么会有一台摩托车好沙哦？快点啦！干，不要骑到水里哦！干、啊，幹我等下妈先上去把你的车炸了！干内讧啊！干你的现状，你是红色的！哇干，我看到印度跟他的小海沙在天上飞，好猛啊！哎、欸，我的个人去被毁坏了啦！干好猛哦、喔，你在天上飞，你会哇干，你还爬上去，练练能力，练能力吗？我的车泡坏了啦，前往小岛啦，走啦！前往小岛啦，不要再摸了！干，你们都在天上飞，好猛哦、喔！无人岛哦！干，六碳赔钱哦、喔，赔啥小啦？你怎么又坏掉了？跟我讲。什么东西坏掉？那个爆坏、欸，我的心啊！我车刚冒出个讯息说个人载具已经毁坏、欸，真的啊！我已经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了。可是那个谁毁坏的话，就是谁赔啊？我已经打电话给律师了嘛，那不可能是我弄坏的。干就是妈的，就是你把鸡掉水里哈！我没接，我只在边边 ，OK？ 干水会涨潮哈、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干、欸，如果涨潮汽车会坏哦。干赔你啊，妈的白鸟来不及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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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而且为什么要骑小海沙嘞？反，小海沙可能就坏，我要绕过去呢。干，我应该哦，不行。为什么一定要绕过去啊？看那个陆地啊，大哥，我们不会他妈开车开远一点，然后再小海沙？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骑小海沙？我们知道任务要求是这样。干白痴任务哎，白痴哦。骑摩快哦！印度骑摩快想怎样啊？把板打下来哦！啊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好远！啊，白痴哦！好险哦！
好远 ，so far away，so far far away， 远的要命的。So far away, we wait for the show。没声音，好难玩哦。这样打完你还是没声音，就先重开好，我等你。好。还是你重设一下解析度，搞不好就好了。不要重设一下解析度，可能会关。干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在干嘛？差点死掉！我把它撞下来。干！我到那座岛了，上面还有直升机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我真的没，我只是看一眼聊天室。傻眼！傻眼！傻眼！是怎样？把我的护甲全部撞掉了。我到了，对耶！干、我们这边要杀一堆警察呢，干超多人的，对啊！我靠，我看到好多好多那个，他妈，我们妈全裸还要打没车，干还要打警察，还有直升机打个雕啊！我等你们到，我就先把直升机打下来好了。干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不走暗杀吗？可是直升机你不打掉。不能暗杀，不然就先看能暗杀几个。如果直升机发现，我们就赶快把它打下来。好吧，看一下我有什么枪。